昨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隔天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有期待我们的照片，到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初恋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见你的脸？